脸肿啊，脸肿。喂喂，有声音吗？声音有声音，等，我怎么觉得我电话没有声音？喂喂，今天就是突然同框一下。没有，主要是，就是我看最近评论区的人对我老婆如饥似虎的很多，如狼似虎的很多。我要来守卫一下他。还有蛮好说。保卫老婆行动。嗯。就是最近他也喜欢发那些比较那什么的照片。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我把声音调大一点，他已经最大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声音？充了，今天充电了。你这样会挡着光的，老公。凑一点吧。对，我来宣示一下主权。最近我老婆比较喜欢发那些照片，然后你的评论区对她如狼似虎的人很多。今天很乖，今天就是，对，今天就是换一种风格。其实今天懒得弄头发了，就是今天这样给他拨一下。小顺毛今天是，不想搞头发了，就随便拨一下。不太想收拾，今天有点懒。怎么一起了？就是随缘。就今天就突然就说问他要不要一起拨，然后他就说也可以，然后就让他拨一下，解除封印就是。小杨就是很紧张，因为他不太习惯面对镜头。比上次好了。上次真的很紧张。刚播，今天刚播。他烫了头发，对。他现在也没有弄头发，他头发就烫完就这个样子。刚播。会喊哥哥，应该是他喊我哥哥才对。哥哥，弟弟，臭弟弟。这样子我都看不到我的脸，就是被那个弹幕挡了。坐高一点。我说我坐高一点，不是你坐。你这样显得我好矮，老公。
对，是年下。我们怎么在一起讲故事啊？我因为我真的太懒了，拍视频。就是我今天不是发了一个那个，从校服到西装，就是很多人艾特我拍这个视频，大概从上周有人开始艾特我拍这个视频，然后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就准备拍，但是就一直拖，就拖到今天才拍完。用你这个放不了歌的，我知道，我用我的搜一下放什么歌的。嗯，还真的是有2米1，是年下。对，卡哇伊也是一。我可不是卡哇伊。那你是什么一？我是爱你的一。嗯，真会说话。我看着小，我就是长得比较显小。其实我今年已经毕业了，但是很多人还以为我是那种高中生之类的。就是说真的，我也想再当一次高中生，可是已经条件不允许了。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非常非常后悔没有在高中的时候遇见你。真的吗？真的。高中时候遇见我，你就会更爱我。高中时候更美一点。对呀、啊。我坐前面，我这样挡着他呢。可是我这样，那个弹幕会挡着我的脸上。我觉得我今天打光好像有点问题，今天这样打光，就显得好像太白了，好像。今天怎么两个人？今天就是随机两个人。因为今天就上播前问了一下他要不要一起播，因为就是老师一块一，就是我今天其实不是很想开播，因为我今天拍视频拍得很累，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一起播，我就说我今天有点累，然后他就说那好吧，然后今天就一起播了。换个位置，我比较喜欢坐左边。等一下，我上一点。我们俩换个位置，你的意思是让我坐前头对吗？你从后面这样子弄住，然后我这样子，这样会不会好一点？然后你再往右边坐一点，再往前一点，往前，我说你整个凳子往前一点，这样应该就好一点了。因为刚才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我手机屏幕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就是感觉塞不下两个人。两米好乖，我不乖吗？北斗星。哎呀！谢谢北斗星的灯牌。我坐他坐左边的话，弹幕会。哦，这是开始嫌弃我矮了是吧？开始了是吗？我真的是忍了很久了，每次一发视频，我只要是跟他一起拍的视频，就是底下评论里面最多的就是说我1米5，就是说什么我就是1米5，说让我不要再装了，我就是1米5，真的很生气，就是我是真的很生气。我照片他有1米8。对呀、啊，过去了。嗨，哇哦！对，今天终于一起直播了。今天就是开盲盒，开到了两个人一起播。开盲盒？没有，因为我今天这不是很想播，然后我就想着算了，要播的话就一起播好了。你们两个好有情趣，就上播开个盲盒。啊，就是恋爱小情趣。招惹了。不就是各种事情是不是都得就是今天抽？今天玩这个，明天玩对，今天晚上要不要就是跟那个古代皇帝就是翻牌子一样，就是随机翻出来一个干嘛就要干嘛？那你们家应该只有一块牌吧？是一块牌，但是很多个姿势玩法。救命！不要这样子好吗？那我们今天玩什么呀？今天你输了，你就你就带那个肌肉男特效。哎，今天你对象叫什么来着？我小杨。
啊，小羊啊，那就小羊抱着星星做了五个蹲起，没看过。那我也想。那如果你们输的话，你们就别看我们做蹲起了，我们刚做过，然后就是那个换一个不做蹲起，那你们就在镜头外舌吻三十秒吧。三十秒。嗯，应该到镜头外应该还好吧，反正也不。我很口水这个东西。哦，对哦，那怎么办？那就吸个草莓吧，那就。好。行吧。那我就闭麦喽。好嘞，好嘞。嗯。下一把吧。啊，好好，再来一把吧。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脸很红啊？光的事，光打。可是我打的不是黄光吗？怎么会变红？让我说，谁在说？让我说，我现在立刻下播。让他赢，宝贝们，让他赢。嗯，对了，输了很多次了，都要封心锁爱了。上次每一次跟别人 PK 就是输，每次 PK 都输，都没怎么赢过，赢了什么福利？你们想看什么福利？告诉我。没有，我叫他宝贝。你们不会以为叫你们宝贝吧？太过分了。我就平时总叫他宝贝，所以我就是习惯性叫宝贝。真的生气了，我生气了。那就是如果我赢的话就，那我们就镜头外舌吻十五秒，可以吗？可以，谢谢九九七九。嗯，对面是因为是医学生嘛，就是很，就是对口水这个东西就是很那啥。嗯，玩吻 ins 也可以，玩吻就是露脸的亲吻，发 ins 上可以吗？对啊，第一场就让我输，今天本来都不想播，今天拍视频累得要死。给个面纸，加一个。看不见，会有人搬到微博上的。为什么我开始燥热？燥热，不纯燥热。现在才几点？才10:27就开始燥热。嗯，这是有点照人。不准，对视一分钟也不是不行。对，我是欧美厚唇，我是那种安吉丽娜朱莉的那种欧美厚唇，她是那种小薄嘴唇，她嘴唇真的好薄。就我给他涂润唇膏的时候，就是稍微涂一点，他的嘴唇就涂满了，然后我得涂两下。公主抱啊，公主抱，我怕被封哎，主要是。我遗传我爸嘴唇薄，我妈曾经调侃过我爸。现在众筹，我们要众筹一下，家人不能让我第一把就输吧，起码第二把吧。我妈以前说我爸嘴唇太薄，亲起来没感觉。我的嘴唇厚有感觉吗？有感觉。谢谢点点之之的野餐，谢谢喵小七。为什么今天一起露脸了？因为今天就是不是很想直播，就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直播的那个欲望很低，就是不是很想直播，然后也不是很想拍视频，就是很懒。然后，但是你们又一直在催，我就说算了，那今天两个人播一下吧。而且今天刚好他比较闲。我抱小羊就是抱不动的。他能不能抱动我？他现在天天抱我。对，就是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入冬了吧。我今天就是睡觉睡很多。我们俩昨天晚上睡觉，因为他今天不上班嘛，我们俩昨天睡得蛮早的哦。就是我第一次12点就睡，我平常都是要2-3点睡，然后昨天12点睡，睡到今天中午12点，睡多了。我们俩睡了12个小时整，还是很困，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入冬了吧。
冬眠了，我们要多睡一会儿。从此君王不早朝了，也有可能是怀孕了，打错字了。我们还有46秒，我们众筹一下，众筹一下，就是有那个啊，不能说，懂我的意思。为什么他的特效都带在我头上？不知道。你的脸，你的头比较小吧？谢谢 Brenda， 谢谢耳玉。我们运筹帷幄了，还有15秒，15秒钟，对视1分钟 ，OK。还有10秒钟，还有10秒钟，谢谢纸鹤，谢谢清晨的水晶鞋，谢谢娜。输了的话，还有5秒钟，谢谢无名姐姐的飞机，谢谢烟花易冷。输了就 不想露脸了，第一次露脸就输，第二次。谢谢大家，谢谢主赖，谢谢缇娜，谢谢泽川。好，我们谢谢无名姐姐，谢谢点点，谢谢北斗星的爱，谢谢清晨，谢谢烟花易冷，谢谢蓝天，谢谢 Brenda， 谢谢小时机，谢谢 Omiro， 谢谢 Tina， 谢谢大家，赢了。今天我真的觉得反，阮哥他给我什么？他是一个放了一个月的梨，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我都可以找到他的那个订单号。他真的一个就是新的梨，不是旧的梨，旧的梨我扔掉了。就是他其实是瞒着你偷偷又买了新的梨，好贴心啊，爱住。一个月的梨会这么水灵吗？我就问他，一个月的梨会这么水灵吗？我们什么惩罚？什么惩罚来着？什么惩罚来着？我忘记了，我也忘记了。亲吻，舌吻。种草莓啊，种草莓，种草莓啊！我给你种还是你给我种？你给我，我给你。准备养吗？啊，今天自然很多。对啊，之前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也是，然后就很拘谨，所以我一直有点。对面为什么有惨叫？救命！有点危险的这个声音，搞得我有些害怕。比啊，5秒钟。掰开的，为啥叫别墨迹？不是，是真的很厉害。好了好了，别墨迹。啊，我给你5秒钟，我屏住呼吸。好，这谁的抱枕啊？这是那个小新。我在说怎么讲？我说你们是不是有很多人的抱枕？好了没？哇、好刺激啊，头发都乱了，差点以为你们等会准备下播了呢，差点是以为燥热起来的时候。就那个小上次 PK 发很大的照片、做他要我们做，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然后就 每天在家垫屁股。那也是蛮渴的。哎呀，你看人家做就很吓人，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吓人，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之前也做过别人的抱枕，然后就是蛮害怕的。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就是被吓住了，以为就是这谁都潜入了我家里，还是在盯着我看。我们做的还是那种长的抱枕，就是那种全身的那种，很害怕。可怕，那个真的很可怕，那个一个人真的很可怕。但是我们下次也可以玩这个，如果你想的话。不要。好，会被星星拿去当一些某些道具啊？被谁？你说你们俩的抱枕会被我们当成什么道具吗？但是那也不是不可能。我知道了，就给你把它绑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每天就是拿那个拳击手套的练。那也是蛮真实的。啊，刘佳，什么？我问你，您是哪里人？我是深圳人。啊，那小杨呢？东北的。小杨他东北那旮旯的。哇哦。那去看，是不是都被暴走？什么？会吗？会什么？会塞口吗？啊？会什么口？就是工作的时候会爆粗口吗？他说你是他工作的时候会爆粗口吗？他性格真的很好哎。一般都是我在爆粗口，偶尔也有。啊！救命！我要远离直播间！救命！对，他是比较那什么的那个形象。
大给我发一点给我听一下吗？我想听一下。好害怕呀，东就想借我。你想听东北体育生 S 的粗口是吗？绝了！等下那个青青是真的，那你会说粤语吗？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听懂，就是在我们家没有人说。嗯，就是广州跟就是潮汕说的比较多，然后深圳就是蛮少人说的。其实行，哎，我们好像还没有加微，我们这没有加微信是吗？好像没有，但是我的微信就很像一个，就是他们说我的微信就很像一个那种商业微信，就是也没有多余的情绪，就是每天把 ins 什么的微博上同步到我的朋友圈里，就是我很没有感情。他们说我的微信，我很伤心。没事，你会加个微信，会不会圈内社交的？可以，社交的可以加一下。我跟姐夫认识了将近差不多一个多月后，就是、我们才加上微信。就是姐夫说，他说我是不是帮他屏蔽了？我说我哪里帮你屏蔽？他说你从来没看到过你的朋友圈。我说我不发朋友圈。就我们俩的微信真的很像那种，就是啊，我也是很少发，然后我发了也都是很工作的那种微信，因为我觉得因为微信里面加的工作的人比较多，然后。就很害怕别人在我背后就是说三道四的、啊、就是我以前也是个还蛮爱发朋友圈的人，后来工作了之后就是医院里加的这些老师就是那个都是闲杂人等太多了，对吧？我以前可能是周那就变成年更。他老说你知道他的微信有多少人吗？他微信里只有100多个人，然后他就说我的微信人太多了，因为我的微信有3000多个，对，3400多个。然后但真的都是工作上面的，要不然就是学校里的，因为我不是大学转过一次学嘛，然后反正就是加了个杂七杂八的人，加了很多。然后他说微信加的太多了，我说我都没有人跟我聊天，每天只有腾讯新闻会发东西给我，都没有人跟我聊天的。就是别人都觉得我好像就是认识人很多怎么样的，其实我就每天打开微信就寥寥无几的几个。真的，我也是好吗？我也是每天只有腾讯新闻给我发微信，我3000多个都不知道干啥，也不给我点赞。我很想问一下，是加我的微信是要干嘛？是干嘛？要暗杀我吗？还是要干嘛？就也不跟我聊天，也不给我点赞。可能是音下粗口。他说的比较多，他是那种角色，对吧？我是什么角色？是。工作的时候，他是我是体育生 S 嘛，对，没错，我就是。这边他的游戏账号都带这种字眼。对，我的游戏的名昵称叫“伦敦白袜体育生”好。燥热，燥热住了，就是让每个跟我一起打排位的人就是燥热住。真的，个人就给人一种很燥热的感觉。对，就是大家就觉得我一看就是那种野王的那种，就是很野王，其实背后偷偷选了一把瑶。我们俩封号警告了，我觉得啊，不会吧？没有什么问题啊。还好吧，我就今天谈论就没有任何。对啊，我觉得我最近我真的是研究完那个官方的那个指南之后，我觉得我最近直播都还蛮绿色的，就是在就是在宣传我们的大好河山。绿色。带点燥热，对，就是又燥热又绿色，就是有一种爆炒时蔬的绿色。爆炒时蔬加一种火热朝天的燥热，对，燥热出了，白袜燥热，简称白袜燥。哦，对，别，我走了，不敢再说了。他特别愿意穿白袜。拜拜，我每次真的跟他们 PK， 就是感觉都很危险。就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进入到那个小黑屋里边，真的会很燥热。每次跟他们 PK， 他真的特别喜欢这样。对视一分钟啊，对视一分钟。有点想打嗝。嗯。水果吃多有点想打嗝。嗯。行了，不能燥热住了呀。
对，是我按了发 ins， 那 ins 同步一下好。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的光打的是不是有点问题？这个关了吗？可是这个关的话，你的脸会很暗，因为没有你的光。这样给你打看一下。那这个光开的我眼睛要瞎了，感觉。谁、啊？这个菲菲跟龙哥是谁啊？不认识。这个发型女气，我今天是没有弄头发，我今天就是洗了个头，然后我就上来，因为我刚才在吃烤鸭。为什么我感觉这个手机放不下得了？没有，因为你就是要这样子，你这样子。但是这样我的手会很疼。对，想长个痘，你会疼吗？你就搂着我这里呢，搂着我这里。嗯，好点了吧？对，我今天真的是不想搞头发，我今天做直播的欲望很低。我今天，我1米8呀，我是看起来像2米1对吗？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好想笑。谁连我们呀？对，我是1米9。好，等一下，我下播就把粉丝团通过一下。公主抱，我们赢了就不公主抱了呀，赢了不就是对视1分钟加印子的玩玩吗？姐不在直播，是谁啊？来家先喊一下吧。戴个帽子。今天就是真的很懒得收拾。飞哥龙哥是谁？主要是我们刚 PK 完，我就想等一下再 PK。连连小心呀、啊！等一下吧，等个2分钟吧。哦，我今天看没放他们直播啊，今天又是赖家华的号，赖家新的号直播应该是。我就看，因为我这个号好像没有跟。他互关，我是那个另一个号跟他互关的，然后这个号好像只跟姐夫互关了。今天播到几点？今天播到11:30吧。嗯，今天什么好日子？今天就是好日子。广哥跟他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今天太好了，我们等一下连他吧。他们在4人连，那就算了吧。公主吧，为什么戴耳机？因为我们连了声卡，然后不戴耳机的话听不到。因为如果不连声卡的话，我的声音就要很大才可以听得到。然后我就说还是连一下吧。名字叫 Carlo 下划线恩恩，看一下。对，我今天就是比较懒，我配比较丑，我今天我也没有穿情侣装，我都说了我连头发都没洗，我还穿情侣装。我觉得我们直播就是真实一点，我们就随意一点。他每天都好，我也可以下次我生日的时候就是给大家就穿西装直播，就是你们要的仪式感，可以吗？一直这样对视会被封号吗？嗯，危险。嗯。他们问我写过的小说叫什么名字？嗯，叫大雪后。那个笔名叫。但是没有发在什么晋江起点上。发在起点上的。哦，你发起点上，那你们就搜一下叫什么大雪后，对吧？我那个。笔名叫，但是很现实主义，他的那个讲那种末日的那种。笔名叫卢比肯河，就是一个典故。对，叫大雪后。卢比肯河就是一个典故，就是意味着需要干成什么事儿，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是一个西方的谚语。懂了。卢比肯河。连简历归啊，
现在吗？我刚不是看他跟好像在跟别人连麦，就是卢，就是庐山的，不是，不是，是那个姓卢的卢，卢，比较的比，肯定的肯，卢灯的卢，卢灯，就是，卢就是那个卢，比是那个比，比较的比，肯是肯定的肯，合是，就是在，对对，就是这个亚克斯说的这个卢比肯合，对，就是在古罗马时期呢，就是。罗马有个规定，元老院有个规定，说任何人不能带兵跨过卢比肯河，否则这是对罗马的背叛。但是凯撒还依旧带着军队跨过了卢比肯河，击败了庞培，统一了罗马。所以后世的典故很多，后世称跨过卢比肯河为破釜沉舟，孤舟一掷的意思。真有文化，老公。想挺小的，20岁。连剪辑龟啊，我们要连他吗？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过他今天。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都去搜了耶。对，他真的是很文艺的一个男。感谢大家去关注。就是、但那个已经好久没有更过了，就是之前很无聊写了20多天，写了17万字。他们家真太厉害了，我打算写一本新的，叫什么？还没有定，大概主题定了吧。写感情的。我跟那个谁连过，跟那个简金辉，我们互关了上次。哪里搜啊？刚才有人，我刚才手机这边已经看到有人关注了我的公众号，但是大家可以去起点看。就是起点的，对，然后他最近也准备在写小说，当时也没有人看，就是我很无聊，就自己一个人写，写了20天，因为他的题材就是蛮现实主义的，对，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多人会喜欢他的那种题材吧。但我要再写的话，我想写个那种，写个耽美的，真的 OK 吗，老公你？你耽美的 OK 吗 ？OK 啊。而且我也在，我现在也在给你写东西，是我生日的信吗？那不告诉你，这是我工作之余在休息的时候给他写的。哇，好多人关注我的公众号。我的公众号从来不发东西的。被发现了，没看。大家如果想看小说的话，可以去起点看。还是就是公众号因为不更了。对，它有点涨到不更了。因为我家最近皮肤不是很好，长了一颗痘痘。几点播的呀？我今天播的11点、10点多播的吧，10点20播的。起点就是卢比肯河。IG 有点东西 ，IG 好像是有点东西，我看一下我的 IG， 还真有那个东西。不是那个，就是你看过的那个。我这个没有，我忘了，这个我已经过期了。就是那个。就是好多。就是不戴眼镜。抖音之类的发不了，他都发到 IG 了。IG 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什么生气的呀，我觉得我又没有漏很那个，而且是他审核过了我才发的，他没有审核过我就不发了。我刚连过回回，还有我不是1米5，真的很过分，一直说我1米5，气死我了。IG 叫什么 ？Carlo 下划线 NNN。IG 就是 Instagram。真的
现的，再说一米五的插出去有线头，我刚扯出来的线头。我的手机这边一直有消息提醒，大家来关注我。那你把它开成个免打扰模式吧。非常的感谢大家来关注，受宠若惊。嗯。但是大家关注这个公众号，我都不写了耶。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个，就是你可以以后同步到你的公众号上。哦，行，好的。嗯。这姐你贵，我们打得过人家吗？他每一把都有嘉年华，我都没有见过嘉年华，我这几周。连吗？真的吗？连了你们又叫我输，每次我连别人你们都叫我输，感觉我都不想连别人了，我现在我都想自己播。我每次只要连别人，你们就是一定会说叫他输，叫他输。他没有不开心，他在看他的公众号，对，看，他在多少人关注我的公众号上有我的微信，我要改一下。啊，那你快改掉，好吓人呐、啊。嗯。还蛮俏脸，我们连一下吧。Hello。Hello，Hello，Hello。今天两个人播了。对，今天两个人播，今天就是有点不想一个人播，就是两个人播一下。对，我也刚来的。哇，好巧！谢谢点赞，谢谢点赞。那我们今天玩什么？那今天玩什么呢？不知道呀，你说吧。那我们今天就玩。我们今天就玩那个，我也不知道了，玩那个舌吻三十秒吧，在屏幕外。OK。外面是吧 ？OK，OK。好。行。那我们过程还是闭麦哦。好好好。三幺八连卢冰很好，我现在真的就是都不太敢连别人，就是每次我只要跟谁 PK， 就是有人一直在那刷，让他输。这个只能在电脑上改，我一会儿用你的电脑登一下。什么？我的公众号的内容只能在电脑上改。好。嗯。你这样会挡着光，老公，手机拿起来。大家不要加我的微信啊，我不会同意的，我只能我不可能同意啊。好吓人呐、啊、只有我老婆能够啊。翻车了怎么办？什么翻车了？你怎么会公众号绑定着微信呢？我上面好像有我微信的截图哎，还是什么。你设置一个不允许别人添加。那还好也没有人关注，也没有人，也没什么人知道我。嗯、还没什么人，还有一个人。你本来不说还好，你一说都来关注。有问题。我把电脑拿过来。你等一下，这不是电脑，这是 iPad。等一下吧，你先设置一个不允许别人加，这样子。不要加了，我老公的微信没有这么多人加过，有点害羞他。嗯。这样添加我的方式，这样可以了。嗯，等一下改完再弄。嗯，好。公众号什么？卢冰肯喝。嗯。那个雪后就是那个小说的名字，就我之前瞎写的小说的名字。谢谢小十七，谢小十七，我们还是众筹一下。真的输怕了，前几天。大家不要，可以不关注公众号，可以去起点看一下我。嗯。对，觉得还是给小杨一点隐私吧，他微信里才一百多个人。嗯。嗯。谢谢香草拿铁，谢谢大家，谢谢纸鹤，谢谢小星星，谢谢粉丝团灯牌，永不存在，因为我刚刚帮他把添加我的方式里面的所有的方式都关掉了。再不要我，这可以不用问，如果到时候看，哇，我的同学来了，卡罗来了，就是我之后会发微博的，就是如果他有更新他的小说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用，就是一，
就一直在问这个样子的。对，嗯，搞得他现在很紧张，现在不要弄了，老公。嗯，弄一下，你头发都乱了，你弄一下。他没有微博，嗯。刚才我看到了我同学进来。对啊，小杨就是一个大惊失色。嗯，好了，没事了，没事，别看手机了，老公。好，把这个设置一下。没事。这把赢了有福利，有啊。Hello。卡罗现在是不是回英国了？现在我现在写的不是微博，天哪，老公你真的是，我们还有30秒，还有30秒，失误了，失误，大意失荆，没有，大家都在关注我的公众号，非常感谢。好，还想跟你见一面，都没有见上。是的，我们众筹一下20秒了，谢谢预言波波，谢谢星星糖。就这把 PK 的，我们好像都有点焦虑，有一点。我没有想到他的微信会被发出来，谢谢 Tina， 谢谢第二天，谢谢冷漠，谢谢烟花一冷，谢谢烟花一冷，谢谢木哥的跑车啊，他们上了，他们偷了啊，嗯，谢谢大家，好，真的就是被最后一秒偷塔，真的是好吓人。好，谢谢大家 ，Hello。哈喽那我们亲吧。 JK 了月下瀑布啊，谢谢好了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好拜拜拜。等一下，我把它立一下，好。嗯，嗯，你这样子从后面挽着我。不知道，我们最近好像老打到地上，是我的手机的问题吗？你不要老举起来，这样你会挡着光的。好，你可以这样看，侧着看。好。真的燥热出了。上把 PK 主要我们也没有认真在，没有在认真打，就是有一点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有吗？微博有，没有。耳朵红了，别说耳朵红了，我的帽子差点都掉了。惊魂失色，是个樱桃。窗帘本来要封号了，你又挡住脸了，老公。连捡你龟啊，我们打得过吗？等一下连吧。输得很惨。对，都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下个捡你龟，好，下个跟捡你龟里，等一下，等个几分钟。打过，真的，他们太厉害了。我们很有条件，他们，我们只能众筹。赖嘉欣，赖嘉欣，等一下连，嗯，林爷可以，你们我都会连的，我每次基本上都是把认识，我就只认识那几个主播，我每次都是轮流连一遍的，你们不用说我也会连，嗯，真的太有条件了，真的太有条件了，出汗了，嗯，出汗，头发都乱了，你弄一下，要不要出去弄一下？没事，在这儿弄吧，你对着这个弄吧。十九鱼没有播，我刚看了。你们头发压一点吧，有点蓬松现在。对，就是头发烫过之后长长了，就是会很蓬松。对，我今天没怎么弄。你看，你再往前坐一点，你这样老会挡着，你这样就没有光了脸上。那就把这个往这边挪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
但是我感觉这样也会。嗯。你慢慢往前走，我怎么感觉脸上好暗的？有点怪，这怎么在这个屏幕里有点怪？对。几点下播啊？今天就是播的比较。这个扎西又是谁啊？怎么好多不认识的脸？我们这个是真的不认识啊。嗯，没有凶他。啊，没有凶我，只是就是，咱就是说，老婆说的是对的。你要怎么剪？我看你怎么剪。嗯。我要用脚把。但是是谁啊？我看不太清他们的评论。别剪了。有点近视。你也剪不起来的，你这样子。不行，你这样一看我就以为要亲。我是不是刚吃樱桃然后嘴巴红？我也说连我们呀。那我们连他们吧。谁啊？他那个杰尼龟，主要是我感觉不太能打得过他们。我们今天是吧？是啊。打得过吗？今天我们最后运筹帷幄一下吗？不行，这样去的话我的号立刻现在就会给我提有一个警告发出来，就是说什么什么色情低俗，然后就是给我断了。对。嗯，我们明明就是不是色情低俗的人。嗯，换个音乐。换一个音乐。他们连过来了。Hello，Hello，Hello，Hello。我们今天有两个人。对，今天就是不想一个人播，所以就是两个人一起播。哇、wow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第一次就看到。他是第一次，就是你们两个人播吗？没有，之前播过一次，因为他没有啊，他就是比较害羞，他也是不玩网络，然后所以就是对镜头有点恐惧吧，然后反正就是他在直播面前很不自在，就没有在屏幕外面话那么多，然后所以就一般不让他播，然后就是偶尔让他出镜一次。嗯，不然搞得我也播多了就好了。直播的时候，对。他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他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家丑不可外扬。嗯，挺好的。可以。那我今天玩个什么呢？你们有玩什么新的游戏吗？新的游戏呀、啊，玩了一个背对背，背对背拥抱，背对背拥抱，他们太高了，哦、他们俩好高，就舌吻吧。那我们就请屏幕外舌吻三十秒，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可以，那我们今天就玩这个吧。啊，嗯，好嗯好，那我们就过去还是闭麦、哦？闭麦。好，好，嗯，行。我，你知道吗？真的，如果让我们背对背拥抱的话，换首歌，可能就是你们就是会一米五，就是会刷得更勤。小杨成想输了。嗯，不需要输我也可以亲的，是吧？对呀、啊，每天晚上亲着睡的呢。嗯，那可不。嗯。手太明显，哪里私心明显？握着东西睡的都是，手握着东西睡的。这是可以说出来的吗？摸着东西，摸着东西睡的。现在握着睡一下。对啊，我就说啊，我就说我们应该就是很难打得过我们。十八人真的很厉害，他们真的很有条件。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好久没有赢过了。最近就是，昨天也是就是被偷塔。是前天吧，我是前天播，前天也是一直被偷塔。他们赢了，为什么会有双倍啊？为什么我没有啊？真的，相信你美滋滋，相信你每天都可美了。真的这样子、oh、大家可以留到最后，我觉得反正我们就是最后。
最后20秒，我们再运筹帷幄吧。我们就是让，可是我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那个双倍加成啊？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才能出来。谢谢清晨。真的不知道呢，感觉东北话，想听什么东北话？谢谢 Tina 的狮子，谢谢小星星，谢谢小星星，每次最后来个嘉年华，真的，他们真的很厉害。我之前跟他们连过一次，上次好像就前天的时候，对，前天连过一次。我稀罕你，东北话，稀罕我，就是喜欢的。那等一下我们去炫饭。但你这说的很不标准。炫饭。炫不是这么用的。啊？不是这么用的。炫饭不是吃饭的意思吗？它后面不会加饭。好。炫饭。往死里炫。什么叫双倍惩罚？我不太理解。还有50多秒，我们众筹一下，众筹一下。炫一个，想看我们炫饭吗？谢谢点点，谢谢点点，我都不知道炫饭什么意思，我是老刷别人的视频，看到有炫饭这个词，会打地上。真的，我们前几天也是老打地上。炫就是塞的意思，就往嘴里面。双倍是一分钟的亲亲啊，这么刺激啊！谢谢 Brenda， 谢谢 Brenda， 真的这么刺激啊！妈耶！真的很正。我耳朵，我的耳机会被压掉。赢了粉丝福利双倍，好会啊，这边好会啊，天哪，妈耶，怎么了妈耶？那我们也这样子吧。怎么了？他们是赢的话是双倍的惩罚。好会啊，谢谢小安妮，谢谢奥米罗，谢谢无名姐姐啊，天哪，谢谢无名姐姐，谢谢志宇，谢谢孟东26，谢谢大家，我们谢谢